哇，凯哥刚刚那几下漂亮，百发百中。这，哎，见没见过那种公园老头，就是那种互相踢毽子的都是这样。那我一会儿，就，我决定在你们50岁的时候送你们俩一个特别好的毽子。我感觉用不了50了，现在就可以。 完了，消耗体力了。